三天都三。
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命，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，智慧与慈悲，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，获得安乐。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。因此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保护一切生命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、07-221-2323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林建宜中医店李良廷。武汉肺炎在第一线的防疫医护人员以及大家努力之下，疫情渐渐的稳定了，更加受到国际的肯定。啊，提醒大家，要恢复咱正常的生活的时阵，一定要更加落实咱的防疫措施。第一，定洗手；第二，维持社交距离；第三，咱唔好去碰到鼻啊、目睭甲嘴。那是无法达保持咱的距离，或者是要坐公汽车，还是坐温时，车爱挂嘴暗。伫外面的饮食，嘛爱注意适当的距离。如果若出现着发烧、咳嗽等症头，咱应该到挂嘴暗，啊嘛唔通去坐公汽车甲坐温，赶紧去看医生。防疫绝对袂用放轻松，请大家做伙来守护咱健康的家园。与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触动、行动，真感动。